好，我们看这一题哈，这一题是问说哈，这个 A、B、C、D 啊，这四个数哈，哪一个是正的？首先我们看这个，这个是大于一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里是2的话，就刚好等于一了嘛。啊，那这里是3的话，所以这是大于一。啊，大于减一的话，整个当然都大于零。所以这个数是正的。好，再来看这个，这个这也二分之一嘛，好，那这个是二的负一次方，这负一呢可以提出来，所以变成负的多少？要搞一二为比三了，啊，这是大于一，哦，所以这是小于负一啊，因为是负的比一大，那个数是小于负一，哦，所以这是负值啊。这不是正的，所以这不对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哈，这个3的负一次方可以提出来，2的负一次方可以提出来，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等于 log 哈，以3为底二，这是正数了，不过它是小于一就是了。这个数值哈，它是小于一，它但是它是大于零，所以这个是正数。好。那这个小一啊，它大于零嘛，啊，所以整个它是小于零，所以这是负数。所以正数的话呢是，这个 A 啊跟 C 啊，哦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应该选 B， 哦，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B 啊。